是永宁跟玉佳。好的，他们的步伐相当的快速啊。哎，六级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沿路呢会打上幸福的玫瑰花瓣，要为两位新人在幸福的红毯铺上了最浪漫的时刻。好，这是呢我们今天的小花童，就是永离跟玉佳，他们练习。